盘点疯狂小羊哥一家的奇葩道具。特大号钢针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下我是真有事儿，我缝衣服，我穿针穿一小时我穿不上，我就想你帮我穿一下，穿上你接着睡。拉来！老弟，你的眼睛真好使，一下就穿上了。这个家我不待了，我走。玩会儿游戏，老弟。特大号喇叭。老妈，老弟昨晚又玩一夜游戏，早上五点才睡，咱们现在就把他叫起来。人正常要睡八个小时，他睡几个小时？你是什么？哎呦！不用这样，我想看到老弟惊醒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用这个。这种东西，开什么玩笑？这把你弟吓坏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特大号拖鞋。好了，不是，你把愿望说出来，咱们都听听。我的愿望就是，今年我的段位能达到黄金。愿望就是能给我一把完整的游戏。我的愿望就是爸妈身体健康，全家幸福。特大号脑瓜崩。老爸，滚！老妈，赶快去管管老弟，让他别玩游戏了。大晚上的别烦我。你知道老弟懒到什么程度了吗？他吃个苹果标签都懒得撕。说了不给就不给。老爸，我给你一样东西。来蹦吧，来蹦，往这蹦，来。很多人说阻止我弟玩游戏就不能不管点他吗？行。所以要想阻止我弟玩游戏，我只能盘点疯狂小羊哥一家的奇葩道具。特大号扳手。老爸，今天中午给老爸和老弟烧了什么？红烧肉还有虾。真不错，你先看看这个视频。快吃吧，今天中午没烧饭，大家都吃泡面，我们也吃泡面。我就想知道我的家庭地位在哪里。老爸，看来你在这个家根本就没有地位。哎呦我的妈！特大号玫瑰花。老爸，你一从家里出来，
老爸，你怎么还吃这一套？滚！老爸，不就一朵玫瑰花吗？为什么你每次……没办法，当我看到你爸手拿鲜花单膝跪地的那一刻，我的内心……滚！吃午饭了。不吃。老妈给你们做的西餐。吃。哎，好。不西餐吗？稀饭的稀。不吃的话，别怪我和你们动刀动叉。特大号罗。不行，我不能再一拖鞋把我弟打下了，太残忍了。我觉得我应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唤醒他。特大号音箱，老妈，咱们去把老弟叫下来吧。他已经废了，你管他干嘛？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小龙虾。你说怎么管？我想让老爸去老弟房间放着音乐，来一段甩头，让老弟睡不了觉。不行，他这是在毁我形象。你爸说的有道理，都说了不许毁你爸形象。龙老师吧，老妈。那就让老爸去老弟房间来一段甩头吧。Bring that back.